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好烦哦，资源行囊满了。我到底是带了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会这么满啊？好吧，长颈兽快到了，我们再前进一段。这边的地形好酷哦，就是要从我们这个。刚刚那个日向还是什么向日还是什么忘记名字了，刚刚那个小城镇那边看下来大峡谷吧。欸，沙尘暴欸，什么都看不到啦。我要的长颈兽真的是走这吗？践踏者。Might regret this。还三只。觉得这个冒险越来越恐怖了。看一下践踏者。看起来不知道像什么，感觉好像没有特别像什么，看不出它像什么。受到威胁的时候会在目标身边打转，同时发动爆炸火攻。它怕冷，它怕激动。好，先跳过，不要浪费血量在他们身上。这边什么？长角兽。看到那么多烟，就觉得自己过敏要发作了。还好亚罗伊没有过敏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哦，我被鸟发现了。I must be closing in on the signal。闪光音，怕火。
到，烧到，装弹，装弹。啊！装弹，装弹，装弹。啊！烧到，烧到！我想这么远，他会不会闪？其实烧到的时候可以重击他。第一次对付会飞的，还蛮可怕的。是不是出来我们的圣地之后，整个机器的强度都上升了？这个是之前打的牙口兽，我好像要去对面那边才可以上到长颈兽上面。This will help.什么？我忘记了，怕火，一样是怕火。哦，对，他这个罐罐可以爆。不要两只啦，不要两只啊。装弹装弹。哎，谁？什么？我被围殴了。没有，哇！导演艇，哎，队友，队友，帮忙，求救！没有救过来，短暂安全，有他们在这应该就好多了啦。对啊，他们应该要早点出现的。对面还有晨光音，也还有
好吧。等一下冲过来就靠你们跟我一起咯。去爬山顶走了吧。啊不，别打我。点而已，还不能点。I'll find a use for you. 勉勉强强维持住一个平衡。在这边等长颈兽吧。这里也是一种美景，很适合拍照的地方。看来这一集的封面可以在这里拍了。是什么？飙不到，太远了。我目测感觉好像是巨齿兽之类的。走一圈要好久。难道是土匪营吗？看这个黑影，我觉得有点像哎。等一下爬了就知道了。我会不会在长颈松上面被闪光鹰偷袭呀？来了，怕失败就要再等一圈了，千万不能失败。Made it. Now to climb up to its head. 啊，这真的是很令人紧张。哎，是假的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吗？哦，我被注意到了。Okay, no more sneaking. 不是吧？你在耍我？我没有点那个技能哎，我没有办法。啊，我跳，不能再犹豫了，我跳，赶快的。
到上面，我才有机会反击。不然我就要被打下去了。好。哈哈，准吧。我刚刚想的还真的没错，真的要在这上面跟闪光鹰打架。好，看一下。有什么？这一只长颈兽基本上探测了这整个峡谷，然后这里有一个任务，这里有一个土匪营。这个是土匪营还是什么？哦，这边有这个安安啊，你是狼，安安啊狼。我接下来就打土匪营，然后过来这边寂寞岩看看，再回来接任务，这样好了。我现在要先确保我自己的安全。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